秒胜耸名场面。别喝了，咋的？我就喝。再给我收拾你。我收拾你。他说我就喝，谁管不着我。你这不敢喝的，你这是。你啥我喝？我喝了啊。能啥？喝了。喝了。那么大个车，那眼睛都长屁股后面去了吗？这边，这娘俩我真的是受得够够的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一毛钱不挣，整天就是这个好吃那个好吃，我喜欢吃这个，我喜欢吃那个，我上面的给你们，一个吃的横着长，一个吃的肚子比胸大，我真的是八辈子走了血霉之探，你们两个真的受。哎，宝贝回来啦！哎呦我的妈！饿了没有啊？想吃什么呀？爸，我想吃牛排。你呢？我也想吃牛排。好，带你们去吃牛排，好吧？走、嗯。喂，何炅，那肯定有时间了。我用得着跟谁商量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在家里面的真实地位。我从来都说一不二，我打个喷嚏，你嗓子都要抖三抖。你直接给我发位置吧啊！我看你嫂子有点不服气啊，我先给她发个火。来，好嘞，位置发给我啊。嗯，先挂了啊。老婆，那个牛都牵出去了，你就让我去一次吧。回去得有出息，你下次牛给我推小点。记住了，老婆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啊。搞不了。好啊。哎，这车往里倒呢，这不咱们看着车位吗？往里盯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让他停吧，咱找一个呗。凭啥得找？咱们看着车位，凭啥咱找啊？没事，我下去问问他咋回事，咋想？哎，我换那衣服，那衣服嫌我壮，那臭侠那衣服。哎，你先好好跟人说。我1米8，我200斤，我就没跟人好好说过话。这干啥呀？真是。来，别开。蜘蛛侠指挥倒车了，哈哈哈哈！鼓掌真是，快走吧，别录了，快走快走，来了来了，快走！哎，来了，你来了，快走吧。哎哥，谢谢你啊，蜘蛛侠，客气啥呀，都应该做的。饭还没做好吗？你别笑。你们娘不透的，长得俊，你们这肚子有点大，你们。你说话，你说谁？姓毛三四年，认错人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认错人了。老公，我有点累，你把这衣裳洗洗吧。等会儿。你都玩了一下午了，你先。待会儿办个手势啊。面对疾风吧。啊如果一个男人连在家抽支烟都要偷偷摸摸的，挺窝囊的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老公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不去。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。不去。一天老让你倒水去，倒水去。我声控的哦。你这触摸的，倒水去。好嘞，你别笑。回来啦！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吃鸡、鱼，熬个粥，再炒个蔬菜吧。排骨呢？我忘了。我昨天点名说的排骨，你忘了是吧？那不也四个菜呢吗？菜呢？在桌子上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地位，少于四个菜我都不炒的。我都不炒的，知道吗？你别气了，你们是小气了，你太过分了。我们不是交警，大家都在，要不要把交警来吧？插队车，我特别堵死了，你别过来。你往后推，往后呢？那不是大车那有地方吗？没人不能过呀。没事，没事。来，交警。对，真有，真有人管你了，真有人管你了。好，来，这么大的车，眼睛都长屁股后面去了吗？这边，哎，这婆媳俩我真是受够了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一毛钱不挣，整天就是吃吃吃，
还老是指挥我干家务，洗衣做饭全是我，简直是两个母夜叉，一个比一个松。有这样的妈跟老婆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，我真的受够。老婆，你们回来啦？你们饿了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！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火锅。我儿媳妇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那我带你去吃火锅。耶！爸。嗯。我看你是不飘了，吃饭也不喊妈了。你吃你的饭。开学第一天啊，我伺候你，在照顾他。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拖地啊，漂了漂了，谁敢吃吃，不吃拉倒。一天到晚的，这开学第一天，然后他十二点之前就放学了。我这饭做的有点早，你每天都是睡到两三点钟，我没就没喊你，我说我跟阿子说，我说要不要喊你吃饭？阿子说的让你多睡一回是吧？阿子，好早啊，我去上学了。阿子，今天伙食可以啊？开学第一天嘛，心情都比较美丽，然后就是做了。心情都做美丽，我今天就在这不走了。明明我先到这里的，这人会不会开车？有没有驾照的？我家狗都比你开的好。你下去骂他。下去，我不想了。那个，让一下我。一会儿吃完饭把碗给洗了，把地给拖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的屋，你想咋的？我在落地的地方。哎呦我的妈！姐夫，你说男的咋都喜欢看美女呢？这话好多人家不懂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吃，我滚犊子，上边见去！天天不骂你两句难受。啊，你尝尝西瓜不太喜欢，可甜了。不吃，滚。嗯。一天天的，上班接你，下班接你，瞎呀，看不着人是咋的啊？天天的化个妆，半个多小时。哎，宝宝，来，快快快上来，冷不冷？妈，我想你了啊，早点吃好吃的。妈到楼下了，我俩快点下去。行，三天见完了吧？别管了，别管了。哎，经理来了！哎，不着急，我给你堵着。哎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我给你堵着。哥们儿，你还有几个人呢？咱俩着急下去呢。你走，你走楼梯去呗，走等不了啊。啥人等不了？啥人走楼梯？你咋不？啥人咋的？你还胡闹？你连着一个一个来，你要不走楼梯吗？谁给你惯这臭毛病？咱俩我躲了，下去自己坐楼梯走。你家媳妇这么好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不会开车吧？前面咋开的车？你咋开？这车让你给开的。会开车吧？哎，哥们下来来。会开车吧？啥车？你有驾照没？有驾照车开这个样，你咋开的车？我怎么样？没事，他不会开车，车开的给啥人撞的？啥人？看一下，我是那个驾校的，完事那个我问你，你驾照没驾照？学个驾照咋比我这便宜？这是我们校，这是我们校长。没事儿，先忙着啊，先忙着，没事儿啊。没事，哥们，脾气那么大。喂，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，现在离婚家产什么都是怎么分的？还有孩子。小心暴雨不住饭，不起来住饭。我就问你，房产、车子、孩子都是怎么分的？现在家庭暴雨，家庭暴雨呢？家庭怎么样？给谁打电话
朋友在家，我打电话，我喊他去喝酒，聚会的。聚会是吧？啊、嗯，刚刚我请子旭，不是这么子旭的。不是的，结婚的是吧？没有啊，不是的，啊、不是的。离婚可以随时随地，记住你净水出货。